了呢？不是，你误会，你别跟我解释，那肯定是这么回事啊。二房东刚洗完澡，穿的特别少，你就给他扑倒了。哎呀，他都叫渣渣了，你怎么还笑哈哈呢？不是，你来来，你过来，你坐上，我跟你讲，你别拉我，我嫌你脏。不是你们当编剧的想象力这么丰富吗？啊，就我这样的，我能看上他？啊，我跟你说，追你哥女孩老了去了，那都成车皮了。我还追他，你是不是喜欢他呀？我喜欢。二房能成天叽叽喳喳，我喜欢的，我才不喜。是你喜欢的，你可拉倒吧！我喜欢他，就那形象，长得这跟美那个字啊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还是像他耍流氓，我像他耍流氓，我都不知道从哪下手好。还有他那身材啊，成天觉得吧自己老丰满了，其实咋的还不如我那一半呢。对，哥哥你说这个才对呀、啊、你说这个你就不脏了。哎，我瞅他哈，我要不瞅脸我都不知道是 A 面还是 B 面。老娘我瘦成一道闪电，我劈死你！劈死！没说你呀、啊，没说你呀、啊，没说你哦，说我呢？我告诉你们两个啊，既然住进了这个房子，正好借着今天，咱们约法三章，罗吉，来了！约法三章，一共三章，46卷108项，你背吧。大青绿呀、啊，这我也背不下来呀、啊，背不下来是吧？好吧，吓唬谁呢？好办的。